在万年青一样层层叠叠的岁月中期待着，眼睛从未离开沉入波涛的祖先的夕阳，又一次梦见那片蔚蓝正从手上徐徐升起。战火燃烧的1937年，日本人侵入长江以南，17岁的汪曾祺跟随家人匆忙到城外的和尚庙避难。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材，伴随他的只有2本书，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和沈从文小说选。汪曾祺后来说，这2本书定了我的终身。43年以后，汪曾祺整整60岁，已是花甲之年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，花儿香。20世纪80年代的这第一个春天，大江南北风调雨顺，一种喜悦隐隐流淌。这一年，汪曾祺写下了短篇小说《受戒》。心间隐匿多年的乡土和风俗记忆复活在笔墨之间。这是一个小和尚的初恋故事，最初的萌芽就在他当年躲避战火的和尚庙。这个呢，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当时一种朦朦胧胧一种感受。因为出了以后，人家说好像你没有这种经历，你怎么能把一个那小和尚少男少女的那种感情写的那么贴切。他就说的是那个时候就正好抗战的时候，他就四处的那种奔波的时候，在你就说了在一个那个庙里头住过一段。所以这个受戒一发完以后啊，当时开的让人家打开一个另外一个世界，说文学还是个小说可以这么写，另外他可以写人性写到这么美，所以一下让我们的眼睛一亮。你可能不注意他，一下子不注意他，但是他影响是很长久的，而是慢慢升温的。但在1980年，受戒只是在文学圈子里溅起了小小的涟漪，没有引起那个年代里特有的文学轰动。汪曾祺甚至有些悲哀地进行了自我否定，称受戒不可能成为文学主流，言语中颇有寂寞。但是总体来说，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我的作品不是悲剧，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，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。回望上个世纪80年代，理想主义的光环晶莹闪烁，大街上灰色的中山装、蓝色的工作服已经渐渐消失。一部叫做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的电影正在热映。对于未来，每个人都在描绘着自己的美好想象。在北京的某个小胡同，或者在某个大学的这个教室里面，一般这种小文青啊，男男女女。这个很时尚的啊，大家在一起讨论小说、诗歌。那时候好像，那时候的征婚广告都是必须说介绍自己是爱好文学，你才能找到对象的这样一种社会的一种氛围。1985年8月，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鏖战正酣，聂卫平连续战胜了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、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，为中国赢得了胜利。这个后来获得棋圣称号的棋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，全中国掀起了一股学围棋的热潮。而就在聂卫平取得这场著名胜利的前一年，一篇叫做《棋王》的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，
像是一个早早就被写下的预言。齐王的作者阿成曾经下放云南，齐呆子王医生的故事就发生在当年的云南知青中间，只是知青生活在这里已经退后，成为了偶尔才会被扯动的布景，下棋和吃喝却成了惊心动魄的事。可别小瞧这鞋了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半钱泥儿。汪曾祺偶然看到了齐王，顿时感觉遇到了知音。正面写吃是面对生活的极其现实的态度，这就是俗世生活。